佢亲近神，得个面口咧都光噶，同埋咧个面口咧都系靓噶，可以讲得。你越亲近神，就算一个普通嘅人咧，你会见到啊，你越亲近神咧，面口又光啊，人哋又好中意睇。呢个咧就咩？摩西咧大下嘅时候，佢都唔知道自己面皮，因为当你与神交通嘅时候咧，就神系改变你。神嘅定改变你，以致你能够发觉个面皮，你一睇人哋嘅时候，一睇就知咩？知人嘅面啊嘛，知人嘅眼啊嘛，系嘛？咁摩西同神交通嘅时候咧，佢就系内外都有改变。你个内心已改变咧，你外表也改变，唔会装假酒啊，内外系一齐发表嘅。咁咧，我哋睇到佢嘅面皮就发光。